一个两位数，末尾多写一个零，分家了110。现在你求这个两位数是多少？同学们仔细分析题意，末尾多写一个零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数扩大了10倍，也就是扩大了10倍，增加了117，指的是这两个数的差是117。那么这道题我们就转化为差倍问题，把这个一位数用一条线段这样表示一倍的量。哦，是的，两位数，这个两位数我们用一条线段表示，接下来扩大10倍，那么后面这个数就是它的10倍吧，来一倍两倍我就不写了，到这里10倍，看一下后面的这一个数比前面的这个两位数多了几倍？9倍，是不是10减1多了9倍？9倍这个对应的这个差是多少？117。对，所以117除以9等于13。那么这个两位数就是13。